你好，今天我们正在潜入盔甲三的惊险世界，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多人协作为重点，米尔索姆和军事特征，所以系好安全带，为激动人心的旅程做好准备。阿玛三以其多人协作机会而闻名，从休闲游戏到严肃的 Museum， 这个游戏真正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。无论你是想快速爆炸，或者让自己沉浸在更激烈的游戏体验中， Museum 是关于沉浸的，以及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的能力。这种经历很难忘记。当你发现自己在紧张，然而令人愉快的战斗，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的沟通和团队合作。一个特别突出的米尔松事件是红色天空，来自世界各地的260多名球员参加了米尔姆周末轮网加入行动。它在现代背景下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场景，目标、捕获和控制关键地形位置，同时也捍卫你已经从敌对势力那里取得的成就，同时处理各种情况，例如低能见度条件和供应限制。玩家被分成不同的派系，有自己特定的设备装载。事件在几个小时的不间断行动中展开，在那里你会发现自己卷入了激烈的战斗，通过语音命令协调任务和任务，并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地面局势。所以你有它，一瞥盔甲三的激动人心的世界，多人协作，米尔索姆和军事特征。感谢您加入我们的游戏冒险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不要忘记点击喜欢按钮，并订阅更多像这样的精彩内容，直到下一次。